嗨，大家早上好，继续我们今天的 vlog。 昨天拍59号 Casma 的视频没有拍完，今天会去拍那个视频，但是也会拍 vlog， 双线进行啊。早上我去健身，看到我们小区在维护绿化的工人工作，就想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我们小区比较大的优点之一就是物业费很低，像我们这种独立屋只要125块钱每个月的物业费，你可以使用所有的这些设施。我们中间有 6.3 英亩的户外活动空间，除了 Woodbury 小学之外，棒球场、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我们有7个不同的泳池分布在小区的不同地方 playground， 而且会定期更换设施，比如说秋千啊旧了就会给你换掉，然后沙滩排球场等等，这些 barbecue area 你用小区里的这个烧烤台去烤东西吃，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之前发过很多视频了，夏天我们基本上都不在家吃晚餐的，这些全部都包含在125块钱的物业费里面。来见我们119的卖家，我邀请他上镜。Hello， 我是 Holly， 谢谢李佩包这么快呢把那个房子就拿到了 offer， 真是很 surprise。我们有现在有4个很好的 offer， 我们今天 go over 一下 offer， 然后决定一下下一步怎么走。好的，谢谢你选择我做你的 agent。我觉得这是我最明智的一次选择。谢了谢了。难得有客人愿意上镜还帮我背书，真太感谢 Holly 了。我很多客人，比如说昨天晚上纽约来的嘉禾，我邀请他们上镜，我说嘿，上我的 vlog 吧，陪我们打篮球。不好意思说，哎呦，感觉怪怪的，好像大家都是习惯看我的 vlog， 但是不习惯出现在我的 vlog 中。如果有任何观众朋友们或者是买家卖家朋友想要进我的 vlog， 欢迎，大力的欢迎，我诚挚的邀请你们，好不好？然后讲到拍 vlog， 再聊几句关于器材。昨天我的 vlog 那个声音，我在编辑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失望，非常不满意。昨天是用那种枪型的麦克风，就很方便，不用充电，插上去就可以用的。但是那个包括在室内的回声，包括一会儿大声音一会儿小声音的这种，就是让我很沮丧。所以今天我又切回到这个 Rode 的无线麦克风，但是这个好麻烦你知道吗？比如说刚才我见他就很尴尬的，我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你带个麦克风，然后帮我讲完了我再把它拿回来，就是还是没有枪型的方便啊。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好用的设备啊？我真的是，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帮我推荐一下，我自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了，我觉得没有一个完美的设备，包括我现在夹在这里的这个麦克风仍然是很不舒服的，但枪型的那个哎，真让我很沮丧。跟我们家领导在凯悦轩等客人吃饭，客人在选那个升级，我的团队成员 Julie 在陪着客人，然后选升级的时间比我们想的要长，我们在这里等着等着我居然困了，我刚才趴在桌上差点睡着了。昨天晚上做视频做得很晚，因为打球回去就很晚了，然后开始做视频编辑发布。今天早上莫名其妙又起得很早，所以现在有点晕，待会儿吃完肯定血糖上升啊。下午还要拍房子，然后还要去拉姑娘，咋办啊？你能替我睡一会儿吗？你现在睡吗？没有人来。所以待会儿嘉禾来了，我得让他得帮我上进 vlog 讲一段纽约的朋友来我们南加州什么感受。来自纽约的嘉禾，昨天我们一起打球的，他不想上镜，但我今天我说了，因为他迟到了，所以必须得给我个面子，采访一下你。怎么样？为什么从纽约搬过来？我是从纽约过来找李飞专门打球的，搬过来跟李飞组建一个球队。嘉禾昨天跟我打了球，我觉得还算是我的客人中间打球打得比较不错的。讲认真的，为什么从纽约搬过来了？主要是因为疫情之后可以 work from home 了嘛，然后，我跟我女朋友也挺稳定的，然后刚刚又养了一只大狗，所以就在纽约用一样的钱可能只能买一个就是城市里那种房子。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钓鱼啊，比较喜欢这种气候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选了尔湾这地方。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从去年以来大概有少说有二十组客人从纽约包括新泽西还有什么波士顿这些东岸的地方搬过来，少说有20组。所以我觉得疫情真的是改变了，好像就大家都在家工作之后就开始想要帮这些气候比较好像尔湾这些宜居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的房地产市场就比较火爆。确实主要疫情之后可能生活也更居家了一点嘛，本来纽约就是因为夜生活很丰富啊什么什么，但是就感觉疫情都两年了，可能很多习惯也改变了，就不怎么晚上也不怎么出去玩啊什么，可能想住一个大点的地方啊，或者就是说在家待的时间更多了，可能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家这样。恭喜你们抢到那个 Two Brothers 的房子了，我有十几组客人只有两组抢到。感谢李斐，感谢小石阳姐姐。小石阳给你个 credit。 谢谢。Julie 的保时捷之前也拍过 video 的， Julie 送他们回去，我去拍房子了，拜拜。嘉禾帅帅的小男生有点害羞，第一次上 video 面对镜头大家都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他的表达呀，他的谈吐包括他打球还真的不错，在就是业余爱好者的面上是好的，只是他很明显是疏于锻炼，他说他比之前瘦的时候要胖了20多磅。没事，等他搬来尔湾，我拉着他一起健身啊，跟我一起撸铁，很快就会瘦下来了。一个大风天，不给我们好天气啊，这天气拍摄不太好。先踩个点，哇，这什么东西都吹下来了，这是什么？太阳能的小花园灯。 OK， 开工，先拍室内，室外风太大了，可能今天拍室内明天拍室外，然后把它们剪辑在一起。内部拍完了，拍得太专注，天都黑了，还忘了后面跟 Laguna Beach 的客人的约。不过没关系，我们明天再去 Laguna Beach。 我刚才拍的时候才发现，我今天早上做这个平板支撑的时候怪不得那么难受，我的背应该是有点拉伤了。回去要休息一下，不能再老是站着办公了，可能坐一下。然后今天外部没有拍，明天拍房子的外面加上院子，把它们剪辑在一起，这个房子的视频就出炉了。那明天我们房子会上市，59号 Casma，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间房源，会很快的走掉，房子非常的漂亮，大家来看一下也可以实地参观，欢迎欢迎。